真的你做的？哦，这个是你做的。这个是我自己做的。那我们打气球吧。哇塞，你会是会做这个的是吧？我以前小时候看我妈做，我妈弄那种魔术那个里面那个东西就做不了气球，<笑>废了。<笑>哎呦！哎哎哎！哎 这期我扛着你，能不能上去？可以，真的，真的。拿点啊！可以吗？太哥，太到脚就好弄。 漂亮漂亮！我得够一点抓住，得嘞，漂亮！哎哎！ 鞠躬行不行啊？鞠躬行。我先去问他，先跟你说，你说你到底睡没睡着？我大点声过去。你到底睡没睡着啊？你真睡着了吗？ 我起来了，你别说话。你别装飞。说吧，说吧，你想祝大新哥啥？你想跟大新哥说啥？今天大新哥生日。 我给他写的是一个蛋糕。好嘞，你切好了吗？切好了。
你看我画的蝴蝶，真漂亮。你看哪个好看？我都没有笔了。有笔，哥给你看。你知道今天要干嘛吗？对。今天大新哥生日。你要对大新哥说什么？哥帮你写。我写蛋糕。写蛋糕。嗯。你送给大新哥一个蛋糕吗？哆啦A梦的蛋糕，哆啦A梦的蛋糕，好，哥们，这是个哆啦A梦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个嘴巴，就是 Jackson 送大新哥的蛋糕生日派对，哆啦A梦蛋糕。嗯，好了，哥还没写完，还没写完，宝贝儿，还没写完呢。我们先把这个字写完，我们那换个笔。哥哥，干嘛？绝对不要小偷进来。不让小偷进来，我们还要写最后四个字。你拿着笔，哥哥跟你一起写。我们要写字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拿在下面，拿下面，对，我们一起写，写这个。生日快乐乐，好。杰克森，你马上就把这个给大新哥就好了哈。谢谢。我觉得今天那个林更新生日，我们应该教他们跳舞。好，快开始吧。我们学几个动作哈。Jackson， 来，我们先是左手画一个圈。左手这边，然后右手画一个圈。右手画一个圈。然后两个手一起画一个圈。两个手一起画一个圈。对，连起来，五六七八。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然后跳一下，嘿嘿嘿嘿，跟着哥来一遍，五六七八，跟着我，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嘿嘿啊，然后这样看谁跳得高，嘿嘿。Don't wanna sleep in, cause I got something to prove. I gotta take what I hate and finally make a move. I think of you and all the shit you don't do. Well, I'ma make hella sure that I don't become you. I have no regrets, yeah, I'm tired of my chest. I'll never forget. 让我跳得高吗？跳得高。嘿，好。